嗨，晚上好。Good evening。很好。吃了吗？没有。吃了辣条，哦，我捐器材牌的时候，包里面装了几包辣条，因为太饿了，不知道吃什么。现在我现在不知道吃什么，晚点再想吧。点个外卖。待会儿，哎，不太想。还好，已经吃了那个什么了，已经吃了辣条了。眼睛睁大，真的吗？睡这段时间很喜欢穿套装，确实，因为就比较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就不需要去想穿什么，所以又买了一套套装，还要买一套。对，主要是我买的这条，为什么它是个短裤？大家看到我现在，对，它是一个短裤，然后卫衣穿短裤，就是说不冷，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搭配。主要是广州是真的不冷，真是，广州像这样穿是真不冷。这个帽子，谢谢 Cordis 的圣诞卡。因为这个帽子其实是我最近是买了很多种这个帽子，就买了个黑色，一个这个灰色。我觉得灰色挺好看，黑色比较酷一点，灰色就是也酷，就是也感觉不一样。然后搭配的一个帽子，如果他配长发其实会更好看一点。配长发然后穿一个吊带，然后这样就是会跳舞会很好看。看帽子，我在东北，然后看我夏装，我可能在广州。好期待那个搭配，那个搭配就是一般是在室内或者是练习室的时候，跳舞的时候可以穿来那个。今天的眼妆吗？没有吧，今天的眼妆，哎，确实还可以哦。其实今天眼妆就跟我平时差不多吧。特别了一点，我知道是哪个，就是可能是我的眼睛变大了，原来眼睛可以这么大。你知道是为什么？还有点性感，真的假的？今天化的不是性感妆啊。我今天拍，谢谢凡尔赛圣诞帽，还有那个 LF 的试穿广，QQ 秀一样，真的吗？长得性感也是开玩笑吧？我真的是性感吗？我要开始自我怀疑了。
不是，我是我有我是什么？我不觉得自己是性感，是因为我真性感，我照个镜子，不性感，就是硬聊哦，明白。这眼线很长吗？没有吧，看看，还好啊，这眼线不是我平时那个长长的眼线，其实还好，我今天没有拉很长。对，这妆还挺好看，谢谢你。最近就随便画，天天都在画不同的感觉。不用关心，不用担心。哎，我刚想说什么？哦，我刚想说，我今天拍写，拍深写，然后我今天不是因为没有拍成嘛，但是我拍合照给我搭档一起拍了，好好笑。我每次拍深写都能遇到周总，然后周总就过来了，不是说拍光剑，先别说拍光剑，然后周总就过来，他就看到，他说你们俩拍照像是那种，各拍各的，拍私人就是看自己拍自己的。然后他说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互动了起来，就很好笑。就是他说两个人拍照，各拍各的，然后怎么样？就反正是 Z 队的，我跟 Z 队对。然后周总就说：“你们要有点互动啊！”哦，我说：“我回来了，回来了。嗨，我刚刚接了个电话去了。我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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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接电话去了。”然后就是刚说到那个，回来了吗？谢谢，谢谢皇冠那个什么克拉底之剑皇冠。说到哪了？说到就是跟我的搭档一起拍互动。他说完之后，我们就开始亲密互动。真的，就是周总知道了。然后摄影师也开始知道了，然后很好笑。他说，我就直说吧。他说，你们在台上那么甜，为什么在私下拍个照会像那种陌生人？笑死。然后我说懂了，我说要那种风格啊。哦，好的，明白了。那我就。然后我们就，然后摄影师指导吧，就是指导我要怎么做，好好笑。他突然说一句，摄影师突然说一句：“哇，你搞好攻啊！” 我说你在说什么？我 就是说 我说我是不是听错了？我说方琦他刚才说什么？哦啊！谢谢山顶洞人的皇冠，救命啊！天啊，救命！我刚才说什么？我，怎么说？这是乌拉拉的皇冠。然后我就。不是，是他们让我那样做的。是那摄影师把脚踩上去，哦，然后就各种 那我觉得很搞笑。我说哇，原来这样拍啊！不用好写，因为选反正只会选一张吧，还是到时候他应该不知道会选正常的还是那种都挺正常，就是说，而且今天拍的比较急，拍的很快。没有不正常的，很正常。
亏了，今天妆容这么好看，我都没有拍写生写，我下次画不出来了，我都有拍自己的，真的不记得怎么画，随便画的主要是。就想让我拍光点，所以就一直在胡乱夸我。可是我今天很忙，我待会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去喝点水吧，不然会被干到。不是，我是真的要喝水。这个是我妈妈，是我妈妈给我的，我妈妈帮我剥的，剥好肉给我拿过来的，所以她让我记得吃。对啊，我们家就很喜欢啊。你们也说到了演唱会延期，是本来哈，我就是想跟你们说件事，本来是我今天也说到了演唱会延期的电话了，有点难过。其实本来那天我就有别的事情，本来一开始那天我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演唱会那天我本来早就不能去看演唱会了，就因为主要是其实一开始就有别的事情就跟他冲突了，一开始是有工作跟他冲突了，而且我是不上公演嘛，不是公演的工作，反正别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还想说还难过了很久，然后就想说那既然是演唱会去不了了，那我至少我还有工作嘛，然后现在我的那个工作他又延期了。主要是我的工作也延期了。然后我的演唱会又延期了，也就相当于25号我是一个没有事干的人。但是我请假了。我不打算去上那个公演，因为主要是排练要从下周开始排，下周要搞我的生日。我正好先把我自己的生日搞了。我就不然。下周的排练时间又是满满当当，我自己搞不好，然后那个又搞不好，会很焦虑。然后结果演唱会也给延期了，我那就妥妥的让我25号就是玩儿，笑死了。对，我只不上25号的公演，后面我都上，就25号不上，反正。后面我都会上，谢谢叶蝶。谢谢走暗巷。忍不住想跟你们说话，我不在说吗？谢谢平安果，说了呀，
笑死！对，我跟你们说，我有个小秘密，我已经说完了，就是有个小秘密。我跟你说，我这次一定不会骗你，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秘密，就是很快你们就知道，不是那个秘密就是什么，就是，不是18号，我跟你们坦白，18号我要驻演，哦。不，你们想听？本来就是打算告诉你们，我故意不告诉你们。对，我要助演哦，大家知道吗？大家好，18号我要助演，我要助演那个老罗。大家好，我要助演两首，不是，差不多吧？我为什么？快点听听听听听听，给我听，认真的听。你知道，如果是别人找我，我可能是不会接的。因为老罗找我，是因为我真的是，因为他，我之前答应过他，不管他再忙，就是我再忙，有天大外务重任的话，我都要上他的助演，答应过他的事情，就是，所以我没有办法。对，我是一个很讲诚信的人，虽然我是真的忙不过来，我觉得我快崩溃了。没事，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崩溃。对，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崩溃，有福同享，有难也一起当。所以我也会找他助演的。主要是我们两个就是挨得太近了。笑死。我都答应他了，主要是，别的人我不会答应的。如果是在我那一周的话，什么秘密我的秘密，我想想啊，我的秘密是什么呢？没有秘密吧，其实。好热。我的秘密就是我有点热。编一个，就是编完了，我有点热。谢谢蜗牛看夕阳，谢谢蜗牛看夕阳的圣诞树，就是说我很久没直播了，对吧？走了，就这么走，就这么走了，走了，走吧，走吧。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走走去哪？我该换美甲了，你看我的美甲又长长了，而且它不好看，长长就不好看，我总觉得它。我指甲确实挺小的，因为我本身指甲就很小，是不是很长？去把它给重新，谢谢 Cordis 的皇冠，耶、做假贴片吗？不做，因为太麻烦了。待会儿手，因为我指甲已经够长，其实挺好的，而且这个颜色很适合我们这种女生，对吧？超级耐看的一个颜色，
我这种女生低调美，你知道，低调又不失那种好看的感觉。明天好好玩，我知道，明天我会去好好玩的。你们帮我想想，我明天是穿裙子还是裤子？不是，我说的是，就是我们穿第一套衣服，就是我们 Z 队的第一套那个，我是穿裙子还是裤子呢？就是去玩的话，可是我觉得去游乐园好像穿裙子比较好看哦。谢谢，哦，张小抽的圣诞树，对不起。确实，裙子挽起来不方便。糟糕了，马上跟姐姐通打个电话。因为我有两套，所以要我先选。但我想说，挽的话会不会比较方？挽的话，本来我一开始想的是穿裤子，但是如果我要去玩那些的话，它就飞起来了。但我觉得去游乐园穿裙子好看。没有，我们只是玩的时候穿那一套，但是我们表演的时候穿别的。哇，我不知道我明天会穿谁的呢？不是我们队的，真是好奇。所以我该穿什么呢？该穿裤子吗？其实确实裤子对我来说很方便。穿好看的那当然是裙子比较好看。说实话，我觉得穿裙子比较好看，真的，你相信我。你想想，吹着泡泡，然后在旋转木马上面穿着裙子，哇哦！没有，我们都可以玩的。我们不只是可以穿过山车，不只是我可以不用玩过山车，就是吧，应该是不用那样子分的，都可以玩。他好像听说，我们裙子哪是短裤的？我们裙子就是裙子，里面要穿打底裤的，很纠结。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分组是什么东西。穿我想穿的，笑死！因为我不能两套都要，因为要给别人穿，把我的另一套。今天眼睛是有点大哈。几点到我不知道，我明天我只知道我们下午的时候是那个游园嘛，对吧？你们也知道几点发车？问的好，我不知道，我没看，我没看消息。有人说几点发车了吗？哎，比我还知道，我连消息今天都没时间看。
确实知道的比你们都少，肯定是一辆车吧？反正就是去玩那种不刺激的。啊？怎么长痘了？啊，不是长的，还以为长了一颗痘在这，鼻子上。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是说就很上火，而且不是我最近很干，你知道吗？我最近真的非常的干，就脸都裂开的感觉，就自己上粉底液就跟裂开似的。对，我很久没敷面膜，我今天一定要敷，明天以好的状态来见你们。哎呀，好干燥，好烦哦，皮肤都不太好了，最近肉眼可见的皮肤都裂。今天直到11点我就不直了，我待会儿还要去，找找歌，弄东西。本来是要练助演的歌。但我觉得我先要把另外一件事情忙完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还好多事情要做，今天还要得很多事，哎，最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我跟你说，我忙完，我这是圣诞，你们一定要来哦。虽然你知道，我今天碰到我们的 staff 有个摄影的，他说，因为我想找他拍，就是帮我拍个十几、20多秒，反正就拍一个很短很短的小视频，然后就问他。然后就跟他说了我的节目，他说你有必要吗？就是这，他说这又不是你个人的生日会，你为什么就是，对吧？每次都搞得这么那个。我说，哎，我说这也是我的星座公演啊。对，他就说，你应该就是用在刀刃上。我觉得这也算是我的刀刃，也是我的刃，因为这也是我的星座公演嘛，对吧？也算就是算是。相当于我自己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给大家，特殊的环节给大家。我知道疫情嘛，就是疫情也会限制大家来到现场，但是没关系，只要大家一直关注着我就好。就是来不了现场的话，你们也要在直播面前就关注着我，我就会很开心的。对，对，希望就是如果能来到现场，你就来吧。我还是很希望你们来咯。然后他说完那一番话，我有去反思一下自己，确实我是真的有去反思自己。我在想说，真的要这样吗？我真的要这么做吗？因为会不会觉得就是别人眼里会觉得你为什么就是要把这就是这些东西弄得那么，反思的结果就是根本没有用，继续 坚持。确实对我来说，每一个舞台就是那种特别舞台、特别环节，就是要珍惜嘛。就说实话，就是每一个特别舞台，我觉得星座公演也是我一个很特别的舞台。这次会比较难搞，要突破。哎呀，谢谢拿铁加可乐的用爱发电，谢谢。所以就其实我是很希望你们能来现场，但是我知道你们会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来不了。谢谢拉底之剑的夜蝶。就是别人可能会对我很无语的一件事情，就真没必要。觉得你没必要，你之后不是还有主题生日吗？然后就什么什么，你这么搞一搞，那你之后主题生日岂不得花更多的那个啥，对吧？我说我知道呀，但是我可能到时候又有别的想法了吧，有别的点子了吧。来得及，周一就开始干起来了。
因为这两天让老师再给我做一些那个嘛，然后周一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这次会比较，可能这次东西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次应该是我花的最多的一次。好了，我们不说这个花了多少钱，这个只要就是反正怎么样，肯定都得花，对，就得花钱，这种事情是正常的。哎呀，我就有一天在想，如果什么时候我有能力编舞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我就不会花这么多钱了。就是单说一支舞就还挺贵的。就是真的是我花过最多的一次，这是舞蹈的。好了，就这个花钱就是花钱，这个花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谢谢小西瓜瓜的用爱发电，Thank you。谢谢，我要好好学编舞，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编舞真的是很赚钱的一件事情，这样子我就可以省了多少钱。如果之后有认识很多舞蹈很厉害的人的话，有认识很多舞蹈朋友的话，那说不定就更方便了呢，说不定我之后就会认识哦。笑死！不是的，你懂啥了？搞得你懂似的。我跟那个，你知道，跟我新加的那个老师，因为他风格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风格。是我一直还喜欢，但没接触的。然后一开始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很严肃，对，是个新老师，是我的老师给我推的一个很资深、很牛的老师，也上过很多。他是一个类似于上过很多节目的那种老师，都是舞蹈类节目，就是综艺。然后完了之后，他一开始跟我聊天很，你知道吧，就是很那种很客气，请问你是要请问？然后我都是用那种比较。通俗一点的语，平时我讲话那种语气跟他聊，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很严肃，我说：“哎呀，不行，这么严肃，搞这么严肃，不行不行。”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给他语音，我就说：“这语音嘛，你知道语音，我的声音就是那种，你懂吧？就是比较亲切一点，比较接地气一点。”然后就跟他完了之后，听完我的语音，他就说：“宝贝儿是这样子吗？啊，宝贝儿，我觉得不错。”然后这转变也太快了吧！然后想，然后说哇，谢谢老师，爱你哦。他直接喊我宝贝了，我的妈！在前面还说你好，请问怎么怎么样？请问就我们聊了还蛮十几分钟，完了之后我觉得就是聊的不行，那我让老师就是不要那么拘束，就是跟我，所以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声音是怎么样，至少他就不会觉得我，他就能大概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然后他就喊起了我宝贝，把我笑死了。女的，女的，笑的我好好笑。哎，我说老师终于被我征服了，然后 终于不用那么拘束了。对，然后我就疯狂，因为他一开始很贵，超贵，报价报的我都想马上退出群聊的那种。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老师，这个价格我从来没有变过这么贵的。我说那个就是我们能不能看看，因为我比较赶嘛，那个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对。然后就跟他说，哎，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打个折呀？我就跟他小撒娇一下商量，对。然后语音跟他说的。对，还给我打折了，哎呀，我说我真的，然后他是后来他语音回我，你知道吗？哎呀，他想了想，哎呀，好吧，行吧，那就给你多少多少吧。我啊，谢谢老师，爱你哦。
笑的我。对，他那种就是他的语气是那种很宠，哎呀，看你这小家伙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哇，我刚时笑的我要死。真的真的。对呀、啊，然后就还是忍痛割爱，哎，不是，那就这对，就叫这个字，哎，然后就还是那个了，伤心痛苦，前金散金，对。我知道是因为刚吃了吃那个什么，它就直接长出来了，上火了，真上火了，天，笑死了，肉眼可见的上火。嗯，明天就是不是明天，下次周一就是第一次见他了。他本来很一开始很专业，跟我说他一直很专业，他就跟我说，嗯，到时候我跟我的那些伴舞就是一起给你录个那个 demo 嘛。我说哇哦，挺好的。我说好呀好呀，那正好我可以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然后完了之后，对。面积什么面积？他就很专业啊！我就说哇，第一次就是学舞，我觉得还有人给我录那种 demo 给我之后 ，demo 的我就觉得还蛮那个的，难怪这么贵。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那种舞种，因为我没跳过，而且时间有点赶。会的，这首歌一定要排练习室，这一定要啊！这首歌是我很喜欢一首歌，太热十万伏特，谢谢圣诞卡。而且我不一定能唱得好它，这是个重点。这是有两个难题，一个是唱，一个是跳。是合曲啊，是合内的，不是声唱。花荣还需要编舞吗？花荣原版编舞就很好看。那首歌，但其实我一开始找的那个老师更想找另外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想合作两次，我都没有合作成功，第二次这一次又没合作成功，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但他们两个风格其实是一样，那个老师我觉得更厉害一点吧，都很厉害。对，下次合作，下次我就找这个老师，但是没有这样的歌给他，笑。下次要提前准备，我每次都很着急，主要是好烦，每次都很着急的准备这些东西。但不是我每次都很晚，主要是我觉得时间够的时候突然有别的事，这就是让人很烦的事情。怎么办呀、啊、已经没有歌可以跳。主题圣诞要搞什么呢？都已经在想了，但是一定要想要开动了，自己写。嗯哼。可以写啊，自己写词。嗯，
让别人编。不用问，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弄。我也觉得不错，挺好的那首歌。你的脸才看起来很好呢。什么？吓一跳，怎么了？怎么了？我刚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就很正常啊，怎么了吗？今天是，还一个月。想事好多事。哦，对哦，说到接发，算了，不想接发。我说不去想这件事情，不是说不接发，现在不想，其实有点想，好纠结。明天想去接，但是我明天没时间了哟。哦，明天好忙，我的天。其实有的，我明天可以白天去，早上去。那也太赶了吧！算了，不接了，就这样吧。下就去接啊！我考虑一下。问我了，B50干什么？肯定出来，昨天的音都录了。对啊。很快，是啊，我昨天不是跟你们说我去录音了吗？哦，没跟你说，我几首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几首歌？我不告诉你，笑死了。是知道结果了呀。这首歌，你们看我们的 B50 不就知道了几首歌吗？有100首歌，想不到吧？我的粉丝暗投了好多首，超了，想不到吧？2首 solo，你们怎么做到的？我的天，我太惊喜了，我真的，哎 没有想到，太厉害，简直就是个人演唱会吧。确实，加50，给我投了98首合奏曲，好，那不得把我累死？那我岂不是在台上合奏曲几个人吗？太累了，不行，不能那么累。这个对吧？都看腻了，就是都看不过来，不是看腻了，就看不过来。别疯了！
笑死我，天都亮，确实天都亮了，顶多30首啊，50首都觉得长，好在是短版，而且一首接一首就还好。碧如林不知道能不能有观众，哎，那就可惜了。要是又没观众，那就可惜了。不会延期吧？啊，真的吗？但是延期就不太好了吧？我知道以前严重，嗯。啊，那后续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那就肯定得撞了。本来就是已经避开了 B 五零了，啊，算了，不吃了。嗯，越上火不能吃了。没事，我没有碰到我的嘴就可以放进去。我接下来都会很忙，我觉得我也忙的。什么时候不忙了呢？没有。现在看着不忙。现在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时候不算忙的，之后有我忙起来的时候，忙的，嗯，不算，这真不算。有啊，这不马上就要去外务了吗？那个长龙，挺好。哎，待会儿要关直播了，我要赶紧去想歌了。佳佳最近，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歌？734的歌。哎呦，好纠结，纠了个结了。我已经跳过好多歌了。嗯。就要734的。OMG 啊。哦，这首歌 Oh my God 是不是？我知道。这首歌，嗯。听了他们的歌，我今天都听完了。谢谢诚信单推的皇冠。哎呦，听完之后就不知道要找什么歌了。我叫734的，再去感受一下吧，我。我要在12点之前要交歌了，拜拜，不要太想我哦。See you, 谢谢大家今天光临我的直播间，我们明天在长龙见面哦，长龙等你，拜拜。记得穿好衣，哦，不是，记得穿暖一点，应该不会冷。嗯 ，See you， 拜拜。穿暖一点，意思就是说别太热了。嗯，戴好口罩。对，戴好那个酒精，戴好口罩，知道没有？就要消毒的。还有口罩多戴两个，别戴只戴一个啊，多戴两个，拜拜。随时要更换的。